大家好，我是外航员。这一期海贼王专题的话题是罗的任务。好了，废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正题。不会下楼，罗会陪路飞决战凯多到底。在一次讨论完1010话之中的路飞、基德、索隆之后，这一期海贼王专题我们的话题也就终于来到罗同学。我们就先从本话罗和凯多的对决环节来说起。在凯多索隆凯多的危险之际，罗及时将自己和索隆对调，然后随即就用注射发射重重的刺中凯多，让其口吐鲜血。比照之前对明哥使用出这个招式，我们明显能感觉到的也就是在进攻层面的力量和威力，罗明显就比得岛时进步了很多。到目前为止，罗也依旧是在楼顶唯一做到前后重创大妈和凯多两个四皇的超新星。而更令人意外的环节，也就是在来了凯多的雷鸣八卦之后，罗竟然可以能做到不像第一次中这招的路飞一样晕倒，而是依旧保持清醒。这个情节也算是再次提醒了我们，虽然不是主角，但罗和其实也和路飞一样，是一个打不死的低智一族。而除了以上颇具亮点的战力表现之外，罗在这一话还有一个极为闪光的表现，也就是他对索隆说到的，如果我的计划会导致某些人死去，那我宁愿计划失败的这一点。从冰火岛的相遇结盟以来，已经被草帽团折磨变成搞笑担当的孤狼罗，其实已经和草帽一伙存在，犹如同伴一般的羁绊。在这一话罗多次展现的对索隆安危的担忧，其实也已经不只是医者之心，而是他不会承认的同伴牵绊。而说到这里，我们就来到罗在接下来的任务。路飞已经在本话结尾告诉罗和索隆，他一人可以搞定凯多，并让他们离开，给楼下的人们传递这个消息。但我认为罗恐怕不会就这么离开，因为即便不参战，操心的罗妈恐怕也要在一旁为草帽路飞观战和做好关键时逃离甚至更多的行动。而接下来罗要做的恐怕也就是为索隆简单的处理伤口之后，再将他和宙斯传送到楼下。再具体胡扯来说，贝波几人已经进入鬼岛，而罗应该就会将索隆和宙斯传送到楼下他们所在的位置，或是更容易让娜美遇到的位置。而在这之后，作为同盟军师以及同时代的低智一族，罗会和路飞一起继续完成他们要取下最强生物首级的同盟目标。而如果如10147期海贼王专题我们所胡扯的，即便觉醒了霸王色缠绕技能，路飞现在还仍不是凯多的对手，而会被其继续打败倒地不起，那为了低的历史使命以及和草帽当家其实已经是同伴的约定，罗恐怕就已经做好了准备来执行牺牲自己对路飞进行不老手术的终极任务。好了，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我是外航员，海贼王专题，我们下期再见。